time where the movie started. Facing at a photo they've taken. Space tree flying through the skies and petals happen everywhere. 茶是中国的国饮，源远流长，发乎神农，兴于陆羽，传之东瀛，播于欧美，乃中华传世之瑰宝。第十届国际武林斗茶大会暨中国茶艺师诞生20周年纪念会于2019年11月22日在南京市雨花台区凤台南路166号珍宝假日饭店举行，比赛历时3天。本次斗茶大会分为个人赛项和企业赛项两种。个人赛项分为气泡茶赛项 PK、 鉴别茶汤能力 PK、 茶汤对茶样 PK、 茶艺表演竞赛 PK。 企业赛项分为斗茶品、品茶斗水、品茶斗气三个项目，其中斗茶品又分为7个小类，分别是绿茶、红茶、乌龙茶、白茶、黑茶、生普、野生老丛红茶7个品类。决赛的比赛
我有一个朋友福老师，他来自台湾，代表上海文君茶道的台湾阿里山高山茶参加斗茶品的乌龙茶比赛，所以我们也来到了现场为他加油。所以现在进入了进入了大红的是什么类别的？你是参加那个我们这个品牌斗茶大赛的这个乌龙组，那目前的话是总共18个，那我已经进入了第二轮，就是最后面6个。参赛方使用统一的茶具和水，每一款茶品气泡3次，每次份茶汤3杯，评委根据茶汤色、香气、味道进行综合评分，经过初赛和复赛评出优胜者。参赛单位需送茶样500克，供大会组委会审核。经综合评审通过后，茶样一概不退。参赛时，由组委会派发经过审核的茶样50克参加比赛。未得名次者，将由组委会颁发第10届国际武林斗茶大会参斗上品茶荣誉证书。
本次比赛福老师获得了乌龙茶组的银牌，我们也非常为他高兴。他表示他将继续参加下期斗茶大赛。丽珍获得金牌，真心希望两岸同胞常有这样的交流活动，增进两岸人民的福祉。傅老师你好，是啊、请问一下，这是你第几次参加这个国际武林斗茶大会？我是第一次参加国际武林斗茶大会。您参加的是哪个组的比赛？我参加是品茶乌龙组的斗茶 PK 赛。刚刚那三位是那个评委是吗？刚刚三位是评委，分别来自这个武夷山，然后这个潮汕跟这个温州的裁判。我想了解一下，他们是根据什么来给你来打分呢？基本上是根据这个茶，基本上就是茶的回甘跟香度，然后以及这个口感来打分。那恭喜陈总，感谢那个张总前来祝贺，感谢。